人今天南下替党内立委参选人辅选，他在高雄喊出总统过关，立委九席全上，到了屏东则诉求屏东要出总统，希望发挥母鸡带小鸡的效应。陈菊陪同下，蔡英文南下替高雄党内立委参选人辅选，而蔡主席心情似乎很不错，在台上开启李坤泽玩笑。台下好开心，也替李坤泽抢得选民目光。而站在左边的管碧玲可是蔡英文的架杠同学，蔡主席当然也不能偏心，搂搂肩膀，大声拉票。蔡英文下午行程直接拉到故乡屏东，陪着立委参选人潘孟安到东港东龙宫参拜，看到乡亲们这么热情，屏东女儿积极寻求支持。我两个是要做伙选议员，啊，我要选总统，伊要选立委，这么多年来，咱有一个总统阮屏东出来，所以这届咱阮屏东出一个总统。主席南下亲切和选民互动，要发挥母鸡带小鸡效益，立委这战打出好成绩之外，更希望总统选战在南部大票仓也能开出红盘。《民事新闻》郑祥孝德高雄屏东。